大家好，新年快乐。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几乎从早到晚都在一起。那我刚刚讲，就好像失去一个生命重心，然后又很不舍，说我们已经习惯每天这样在一起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要结束，哇，那不舍跟那种哇，很强烈。蛮开心哦，我终于成为你生命的重心。哎，谢谢。平常都是你两个儿子。康哥是不是因为是大家离开之后只剩你没节目？因为其他人好像手上都很多节目。好，是去哪一个媒体？就其实你是哪一家的？没有啦，就是还是有别的工作可以做、啊。对，而且也没了，现在哇塞，哇塞，你很敢问呢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花更多时间跟我家人在一起。那就一集一录完，大家会不会开始期待下一次的挑战？对啊，就像他讲嘛，我没有节目，我当然期待。你不用这样心里去吧。我们这边也没有节目，我跟你也没有。有他很多工作哎、欸，你没有 follow 他而已。你看他们两个拍业配吗？对啊，他们两个还拍广告，拍 whisky， 拍床垫，拍外套，这边什么每个人一人一瓶，好不好？也没一人两瓶好了，帮我跟厂商说。这种事情我们不能自己讲。姐，你是不是怕缴税？一瓶十二年，一瓶十八年，真的对。对对对对，很多额外的代言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很多什么额外？是额外代言，没有额外，只有进入代言。因为他们其他人节目都太多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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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我们好几个，三个人现在手上。我现在也都是录完的状态啊，36集也现在。但是我有警告我的经纪人说，你如果不塞满。怎么样？我卡太久，因为找不到梗的。阿布现在在准备要去日本的演唱会啊。对啊，对，不招待我们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因为那个太贵，有点贵。现在机票爆贵，我们可以，你可以找航空公司赞助我们去啊。我们可以去送蛋糕啊，新宇航空或是新宇有，拜托一下啊。阿布算是那个台湾代言最多的男艺人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而且又时尚。那我们讲出有什么吗？来来来，我们讲出有 One Boy， 没关系。然后艾尔康，不要，我会被查税。哦，好吧，算了。那今年那个给工作人员的红包应该艾尔康是艾尔康。哦，我有给年终比较多一点点这样子，因为从老实说，从疫情到现在有几年比较委屈他们，然后对，所以你是。比照那个船运公司这样没有啦，你是比照航空还是比照航运？我有问，你是航空还是航运？我有问王阳明，你给多少这样？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就会照他的再除以10这样。所以员工早上看到那个入账有吓醒了，他还没有入账，我尾牙之后入账，明天尾牙你们要来吗？乱摇，在哪里？硬要去。我觉得让我最惊恐的是最后一集，就即将播在1月28那个，因为他们真的都讲真心话哎、欸，当然、啊、因为我想说你很假，你到现在还这么假，你做这么久艺人，我没有假，我是说原来是这样哦，我是说他们就是觉得他不 OK， 然后全部都讲出来，像我们在跟家人讲话就是毫无保留，说哇塞，帅。我自己比较开心，这节目带给很多就是外面的人一些不同的体验，比如说。那个漫步一段做完之后，有很多bartender tag 我说，你害我们每次都要点做这个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做那个会浮起来的，那真的要摇很久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在这边感受，我觉得参与这个节目的最棒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，就是可以摇很久，不是摇很久，我本来就摇很久，是帮助很，是帮助很多家庭找到和乐融融的，真的，对，真的是。严老师专线延续那个双关，很坚持，对啊，是你们想歪，不会大家用摇很久来当标题吧？因为照片就是那个、啊，炎亚纶摇很久，我刚有一段是很帅的，炎摇他们都用比较不帅那一段，录这一季这么久，觉得最害怕就是有一次被康哥瞪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出差爬山的太慢，第一次出，然后他那个眼神就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那种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哎，但其实根本好不了，然后我知道你也很辛苦，因为你要一直安抚客人，
对，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眼神是我让我害怕，但我知道他是有原因的。很多没有剪出来的是，比如说像那个浩子也有说，康哥是怎样啊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第一次整晚是被他那天的情绪很满。嗯、然后我也默默在吧台也有被看，也有看到大家的不爽。不是因为他会这么生气，是因为我知道后面人真的太多，后来解释就知道了。对，没有，而且因为你们不知道，另外一面是制作单位，制作单位一直跟我讲，康哥你处理的快点，快点，好可怜、啊。然后这边跟我讲，我看的，然后我又看到后面大排长龙，没看我跑出去道歉三次，因为很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有些人带着小孩有什么的。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让人家就在那边，他们是没有椅子站在那个地方排队等，我就觉得比较心急一点。在这边我跟大家鞠躬，没有那么严重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大家就是聊聊嘛，大家就是聊聊。为了工作真的很拼，真的。好，会期待下一季吗？下一季哦，成员还是一样，应该是没耗子吧？很期待。没有没有，他今天出外景，出外景好可怕，出外好可怕。没有，其实你说期不期待，对我们来讲。你们叫我们明天开始录，我们也是就去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的那种心，他没有工作，你要体谅他。你不要这样子。因为我没有节目。有啦，如果真的想看，明天说开始录，我们真的大家都会去。还不赶快邀他去老少里？还是过年？哎，还是过年，我们再去开一波店，应该会赚很多钱。没关系，你去就好。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还是全明星运动会好了，累死，真的很累。他不行不行，他不行，全明星运动会有年龄限制吗？有膝盖的限制，还有头围。我们不太了解他，全明星运动会真的不适合他，他去可能真的会。我会把镜头遮，没办法走，只有我的脸。因为头太大，他们有说过头太大不能参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再帮我放一边，那边好，不好意思，没问题。佩如那边你赶快指引一下，刚没有夹住，很多东西，你的手机。